这样也不会吵，那样也不会坐，马上养海期了，就没在这教你怎么吵了，就在教教你学会了，你知道吧，学会要有奖励的。你知道你我喜欢要什么吗？这是醋，这是料酒，能不能给我个奖励啊？奖励我个双击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哎，锅盖上哪去？拿锅盖。关键得盖上，然后给双击，双击。来了，吃饭呢。哎呀，哎呀，说说这玩意儿。弄点汤。舒服。你们吃饭没有？过瘾。船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子，简简单单。没那么多，就是他呀。别装鸡呗，又跑来看我吃饭了。哎呀，轮到爆头了。哦呦，哦呦，去你哥的，这玩意不好使啊。吃它必须吐点沫。这家伙真吐啊，不是假吐啊。给个兄弟啊，行不行？给一个啊，那么小气每一次啊，是不是？哎呦呼，这大扇贝，这叫扇贝肉，知道吧？肉是肉，黄是黄，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。还有，你看这个肉，我这个掰给你看看。哦，这个边。给个双击，给一个，来了，接着来整完它。不能浪费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弄回来，呀。真舒服，香。这么辣，各位兄弟们，给一个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